不要啦 AIA 不叫、我本来也想这样求婚的啊，可是那个对方会怕啊。你说在游戏里吗？下海浅浅，感谢你们。不然他自己会手势了啊，这样好不好？可以。你看在在 生命快要终结的那一刻啊。好难想哦，就是你自己中乐透的那一刻，有没有？你的另一半就跟你求婚了。中乐透就马上说，太四块了吧？没有，你要反过来想，是另一半中乐透，然后跟你求婚，哇哇哇，那样子大概没几个人结婚了，答应可以。下辈子吧。可是我觉得这我这个一定应该不玩，玩。你们出题不要出这么久。很难想。出题，我去，我先把这个出题时间调低。我觉得我们要加班加定了。很难想。你们都没有梦，那个杰克的没有梦想都敢出了。不要再出一次了，我跟你们可恶，现在改时间没有用。来不及了。快点啊。一分钟内出来。可以啊。很多啊，吃东西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怎样出去玩啊。朋友聚会啊。我是有没有自己达成了什么梦想啊？成为神奇宝贝大师，变大师之后才能求婚吗？或是那个透明人啊？看你还是跟冰川暂停的时候就求婚啊？小智夺冠的那时候啊？等我打完这场另一半马上说我愿意跟你结婚。你或是说什么玩完这场 building game 呢、啊？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吧？猎人完结啊！猎人完结，我知道了。那个杰克可以出，当小雨想到的时候，我就求。为什么是小雨？因为小雨还没想到。杰克就打说：“等我想到梦想的时候，我就去。”当我有梦想的时候，哎，不错哎，哎，这个好哎。等我有梦想的时候，我就求婚。很棒啊！不就成为神奇宝贝大师的时候结婚？还是他只嫁给大师？哎呦，小雨是你了！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我这个超难干，就一定干不出来。以后吧，我真的是一定干不出来。又不一定完全自己，对不对？你就听人家也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？我看一下我自己就知道了。我的朋友很奇怪，什么中两百块发票也要求婚？中200块发票，18、19、20而已。有啊，说不定哎、欸，说不定有人也这样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不是有人招牌就是吗？恭喜台主发票中两百块那个，很招啊！去百年老店还有99年。好了，我求求。我知道了，怀孕就可以等待就可以求婚了。哎，这不太好吧？哎，这才好啊，至少有责任感、啊。先上车后补票的意思。这是后补票啊，成功怀孕，求婚成功。对啊，有些人没人家想，有些可能就是很难受孕啊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他们就逼迫自己，哎，一定要受孕才结，有没有？然后每天努力。啊好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我们可以来了，有了，放弃，放弃。哇，我是小雨的。算了。小哥，你的眼光好大，不要抱怨，赶快，快点，时间。哇，会给你答案。时间是不等人的。再抱怨也没有来不及了。嗯。我天哪！哇，这好难怪哟。好难盖哦！是有人拿出眼枪，是不是？
你为什么要烧起来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冷静，冷静！你要毁了这场吗？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哦！哇哇哇！这一定要盖出六百秒，好像也没有很短嘛。对，很快，十分钟，十分钟很快啊！看你拿完东西就一分钟了，你抱怨完就已经一分钟了。怎么改呀、啊欸？等一下悬空的沙子倒不掉哎、欸！沙子好像 要自己小心。嗯、不会啊，这个可以可以，你会你会，你很强。喂，没有，你就算。盖出一个人什么东西，你要相信你的下一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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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求婚是另一半啊！我要把刚刚的头颅拿出来用了。哎呦，需要用到哦，凑CP了吧？把刚刚的头颅现在来不及了，这太赶了。我本来也很想放红砖头的。可以代替吗？这么表达可以啦，这代替好了。我拿不行，我还是决定要用那个要盖出红砖头。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听起来怪怪的，是吗？怎么？这个国家的国旗也太难盖了吧？你放弃啊！你盖完国旗已经时间到了，好不好？国旗是什么啦？太难了啦！盖完国旗时间已经到了。天哪！好像有点赶，时间都逼迫大家潜能极限爆发出来。可以啊，十分钟绰绰有余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可以。真的吗？打中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盖的差不多了，快要完了，还有时间啊，太早了吧？还可以再修一下，是不是？还有五分钟可以盖，可以加点气球。不要再气球了。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嗯。看一下哦，嗯，很像了嘛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很可以。嗯，哎，你们说的很好，采纳，采纳。
可以了啦，不用等到600秒啦。按下去吧，大家。No。Ladies 的头。Ladies。诶，为什么没有女生的头？哦，不是这个吗？小雨的。女生可以用小雨或阿比啊，还有圆圆的啊，讲的超级理所当然。确定吗？这样好吗？还是说小雨在什么时候当球？不要好了啦，我去找其他的好了。你只盖一个人物就可以，如果你盖两个人物，那就不好了，那就很不行，对，那就不 OK 了。按下去，按下去，要多久？急右键就好啦。多久？我要藏一点彩蛋。哎、欸，那个剩下200多秒了。啊！200秒不到啦，200不到了，大家加油啊！哈基，你的投入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？为什么是我的？拿箱子就好啦。拿箱子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哦，箱，可是我是用盔甲做的，懒呢，懒了吧？懒，那怪没有梦，太懒了，太懒。等一下，嗯，就这样了。刚熄灯。有没有观众敢提供一下你的 ID 给我啊？我女生的 skin 啊，丫的，他掉落好像会消失哎、欸，掉落吗？可是哦，好像会哦，上一次好像就有这个污染大海那一题，怪怪的东西。剩不到100秒了，各位。嗯，讲什么剑？可恶！嗯，想要投，可是我不会1.13的指令。那就不要拿头，不要偷懒。不要跳跳，不要披，不要披风，不要披风。哎、欸，剩不到一分钟哦，各位，剩不到50秒喽。很紧张哦，各位，就要来喽。不是，我的游戏跳掉了，马上就要传送喽。那我只好等他自己按。等一下，好了没？等没有用啊，时间到就……我怎么断线了？我刚也断线了。啊？就游戏错误就断线了。啊？连得回来吗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以连得回来啦，就是就游戏整个跳掉。不对，可恶！要到喽！等一下，反正会不会没有回来？结果等一下还在原地。不，到了啊！我才刚进来。嗨，繁星你好。嗨，我自己找吗？对，你有拿到那个吗？命名牌吗？我自己拿。好，你拿个命名牌。哎，好，这边没了。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看出来这个人是巧克力，可是其他他自己盖的，所以这头只是随便的头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嗯。是为什么这边还有一个、啊？为什么、啊？阿基为什么有？我觉得我盖得很棒啊！
对啊，小雨，你是我的吗？对啊。哦，那个原本那一个，我原本是要放其他人的头。不是你这样，这到底是什么？那个不用管他，那个不用管他。你这看起来超恐怖的。什么？这什么国旗啊？有感觉出来。哇，你这样被求婚感觉不错哎。有没有？可以。嗯。这海洋污染也太严重了吧？海洋污染。猜这个好不好？虽然他根本看起来，阿纪，我觉得你的头就拿阿比的就很棒啊。我觉得不太好，说明阿比就会很愿意啊、哦。我觉得这很棒，我觉得不太好。阿比很愿意。这个到底是放这个东西？谁跟你说的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真的盖得很不错啊。就是拿棉花的头好了。怎么这样才够分？不要用不在场的，毁坏人家。哎、欸，好了。哇，怎么用这个、啊？这好难哦！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记得以前有看过类似的，真的啦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然后为什么前面出现一个 rename 啊？这个，那谁啊？猪猪还在。就是个猪猪，猪还在、啊。我看猪猪在啊，猪猪还在啊。哦，本来就在是。本来就在啦。哦，已经换下一个场景了，赶快盖。三十秒过了哦。赶快盖，在你犹豫之前。哎呀，哈基要看一样的场景了。你给我都盖一样的吧。一样的哦。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有吧，有 feel， 有 feel 啊，太棒啦！这怎么有点累个？那个，要换你要断线了。